还是比较这个，还是比较坑爹的是吧？这个要坑就再坑一把吧。这里面我们还要去给大家讲一下这个，扩展一个内容，再扩展一个内容是索引的原理了。索引原理，大家都比较分分钟的要上底层的，这个不是上源码就是上底层。索引的原理，它这个索引呢，实际上是 between balance balance tree 平和二叉树啊，平和二叉树啊，有没有学过数据结构啊？没有这个怎么可能没学过数据结构呢？怎么可能学过？好，我们直接把这个保存一下吧。这个是啥？索引的分析吧。索引的分析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平衡二叉树啊，就是索引它的一个原理。那假设啊，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一个 A B C D E F G 对吧？啊，不用去 H I J K 啊。哪来28个？22个而已是吧？这个英语都是体育老师教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下，如果在没有创建索引的情况下，我们是怎么去查找的？假设我们要查询这个一，我们该怎样去查找？如果在没有创建索引的情况下是怎么去查找的？我们是不是从第一个开始找啊？是不是从第一个开始找啊？哎，我们先拿看一下，哎，拿着 D 看看 B 是不是 D 啊？是不是找到了？那如果是创建索引的情况下呢？创建索引的情况下就是用平衡二叉树了。在我们这里面，用哪一个作为树根要好一些？D 是不是用 D 要好一些？好，这是用 D 吧？是不是用 D 要好一些？那比 D 小的。比 D 小的是不是在左边？先插哪个？啊，先插 C 是吧？那比 C 小的呢？啊？再插个 B 是吧？插个 B。我觉得你们这简直是巫妖啊！插入一个字母 A B 的 D， 在这里面左边这个数是不是就已经插入完了？啊，你们简直太污了！这里是不是先插入一啊？然后这里是插入什么 ？F。F 对不对？然后这里插入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简直没法讲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树是不是就是平衡二叉树啊？对不对？如果这里面比方说这个一它有重复的，比方说这个一有重复的，在我们这个 PDF 文档中，在我们 PDF 文档中，它这个是记录的是页码，那在我们这个平衡二叉树里面记录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平衡二叉树里面记录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内容，然后这里面对应记录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有没有对一个物理地址有概念啊？物理地址啊？还有没有这个印象 ？Row ID， 实际上索引里面保存的就是 Row ID。如果你有多个一，它就记录多个 Row ID。这里能不能理解？能不能理解？可以理解吧？那这是索引的一个概念。那创建索引好不好啊？好啊。好是吧？那好的话，那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这里面再去做一些插入操作，好不好呢？插入操作是不是会导致树的结构发生变化？实际上，如果你对某一列进行了做了这个索引，它在查询的时候会比较快，但是在插入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要往这个树状结构去插入啊？它有可能是从最后尾去插，有可能是从中间去插吧，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根部这里去插？那是不是导致树的结构发生变化？
那他就会去影响效率，是有可能，对吧？那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问题，假设我这里在基后面再去插入一个什么东西啊？H 吧 ，H 后面再去插入一个一，再去插入一个 I 是不是 ？I，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数现在还是一个平衡数吗？是不是一个平衡？是不是一个平衡数啊？不是一个平衡数了吧？那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做了一个事情，就是索引重构了。索引的重构，那索引重构的就是让它重新去找一个根节点吧，哪一个根节点要好些吧？现在是不是要一要好些是吧？所以这里问题原理搞得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啊，这个是为了吃饭而明白还是？为了明白而吃饭。这个已经讲得够详细了吧？这个索引，那我们把相关的索引的一个总结去写下了。所以呢，它是平衡二叉树，如果某列作为查询条件的时候，可以提高查询效率吧。但是修改的时候会变慢，所以呢，要不要创建索引，实际上你要去权衡这个问题吧。对，是修改多还是查询多？然后这是这样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所以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是我们的表索引创建好之后，比方说过了一个星期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这个是 DBA 数据库管理员都会去做一个事情。都会去做重构索引，这个事情基本上不需要我们去做的，大家去了解这个概念能不能理解啊？所有的概念是不是就已经给大家总结完了，分析也分析完了，大家把这个题目的尤其需要注意一下，刚才说了一个就是怎么样去SQL的调优，怎么样去做这个SQL调优，首先呢你就是去查看。首先第一步的话就是查看执行计划 F5 就可以了，当然你可以用通过代码的方式去做。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去分析里面的 cost 和影响函数想办法降低。